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就是，还是期待威慑能多出点至宝，好吧，多出点好看的至宝，多出点漂亮小姐姐的至宝，不要再出什么虚空电棍了，对吧？多出点漂亮姐姐，对吧？哎，潮汐大，一下。一个兵，叠的有点高，我觉得有有点点高。高。啊，这个位置感觉要团灭，可以杀吗？这不打吗？算了算了，不打算了，不打算了，不打算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好了，不打算了。两个头已经转肥了，能走就疯了。能打一波啊？我敢制服打一波啊！我操，什么意思？不找死吗？下路还有个符。这个怎么不追着点他呀，西蒙？我们要杀一波啊！他没有那个八二五之前血量很差，我想动一波。nice 的 nice 啊，宇哥，我没看到符，没状态。他到六了，他到六了，凯龙，他到六了。再来打不？谁到六了？不打！我妈在这大攻击！火妈我留住了，火妈没魂，没蓝。来了来了。啊滋啦！我操！我还说我 TP 怎么断了，切回来就是一个滋啦！我靠！下路我 T 了，下路我 T 了。哎，你别！哎，你都。往上一顶就是一换一，好吧？你想你过来往我这方向跑，我也救不了你。这个冰墙冰得越来越准，完秒！是我老骷髅王无敌，炸！哎，没炸，炸把小鱼炸死！哎，着吗？着，紧张了，关了空姐，嗯，关急了。那恶心呢你！完了，救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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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个林肯吧，他这个。现在有隐身符。有刃甲。他过不去啊，都在上面跑。
睁眼 A 一下。25级加射手天赋啊，不要加错了。Nice， 这波团战打得太漂亮了，这波团战打得很漂亮。下路我在赶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赶不来。小鱼，逐日啊！我操，小鱼逐日我见过，不是别人夸父逐日我见过，小鱼追着火烧，我是真第一次见，好吧？我对面贴脸第一时间我能有个反应时间。这个冰川贴脸也有被动啊，第二个是冰川厉害在可以加施法距离，有的这种怕小鱼啊，所以说为什么我打游戏我说我要最后一轮出大哥，我要看一下整体阵容。阵容太重要了，这人太重要了，这穿对面两下，只要出两个爆就死了。这英雄主要伤害来源在穿甲剑上面，就三技能其实没什么伤害，主要技能全在穿甲剑。这是真炮台，而且自带高坡的炮台。好吧，自带高坡的炮台。帮我带一组吃树啊，放地上。
哈。那卡尔基尼斯呀，妈的大聪明。走了，打不了了，快溜吧，我的。哦，这是日你妈的，我操！他妈谢谢你啊，我操，
走了走了。火女要多看自己被动啊，自己被动时间快到了，要播一播野怪，不然被动没了会比较难受。放一个一技能 ，A 一下，带走，施法距离会特别舒服。打一顿小鱼啊，应该不太敢跟我打。能踢吧。被我 A 死了，他这个跳跑的没有那么快，完了被关了，完了死了，没事，没有掉钱啊，这个就是预购好处了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的，来个小鱼了吗？他这个1044的血。这你不死，中路打团了，看一下，往树林里面躲一下，能秒可以秒。找死一个，烧死两个。刚才那个位置不太好，我施法打不到这个人，这个我一二连招的伤害，看这个 CK 是不是不像本体啊？就是有的水友特别喜欢玩宙斯啊，这种毒瘤英雄，对吧？啊，我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啊。喜欢玩毒瘤的话，可以玩火女啊，试试火女。说你喜欢在旁边 A 导弹，我感觉他应该是要带血，我这一套连招3000啊，有3000血吗？2454的血啊，看能不能飞过来，就像这样啊，恐怖游戏。就是走着走着人就蒸发了，没时间打。听说你叫小鱼，一个大招送你回泉水，一个 T 帮忙场控一下啊，一个 E 技能清一下幻象。吹风吹起来，接一个 T 骗出 BKB， 消耗一下，太快了，我被 T 到了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大招，我一指下去，你可能会死。啊，没踢到，踢到的话，他应该被我秒了。Hello, I'm Sumia.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